来自未来美保湿无油卸妆露，然后你在脸上这样子精华液的感觉，轻轻的推开，好妙哦！它整个腮红啊、底妆啊，就慢慢的开始溶解。它会用木瓜酵素在帮你把老废角质做去除，它里面还添加了11种保湿的氨基酸金缕梅，如何？好像刚保养完呢，它真的很保湿，是氨基酸洁颜乳。它里面有一种焕肤形态的氨基酸，第二种氨基酸呢是舒缓型的氨基酸，25%的保湿氨基酸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酒精啊、香料啊、色素啦、矿物油啊，所以你敏感的肌肤啦、术后的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。真的，你化妆的皮肤反而还比较，我还觉得比较干哎，然后像这边就比较水，对，而且有透明度。